哦，黄卡干的。好的好的。还有一个酸奶和一个这个水果，对，还有一个。说老实话，吃不完。老爷子要不就行，他不喜欢吃，能长那么胖吗？身体挺好。只要你能吃饭，咱们就能闯过这一关。好好吃饭，心情好，咱们就能闯过这一关。我们这小伙子特别的优秀，简直就是我们病房的志愿者。我45了。啊，我觉得你才25。不，45。你咋那么年轻？心情好，心态好呗。那个岁数大了，那个69了。啊。那个，我说我们要是观察不到的话，你帮我们叫一叫啊，或者是他要，你帮我们照顾一下老人。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就十分好。他在帮助重病人的过程中，对重病人的病情啊，对他是一个信心。你看我的病友都好了，我也会像他一样好起来。还有我的轻病人给重病人说，我当时也是这么呼吸困难，一走路就气短，你看我现在这么好了，我怎么好的？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能好，能挺过来。他们现身说法比我们医生说可能更有效果。但是我跟他们说，就是人家是叫冒死前来，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感激，真的真的，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。受到你的肯定，我们更有信心了啊！真的，我们更有前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安全的来，能够啊，然后非常安全的都回去。感谢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把他们打败是咱们的最终目标。对，是。好，是。